Utus adin dudan. Utas pipi utas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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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as utas pi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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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asi, utas pipi pipi utasi, utas pipi utasio.Utas pipi utasio, utas pipi utasio, utas pipi utasio, utas pipi utasio。是吴大师逼逼，这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逼逼哎，啊，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逼逼哎，吴大师逼逼，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咸康力啊，就叫做吴大师逼逼。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对，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快点！给大家拍一下秀，你在干什么？那边，你唱一首，你唱一首。那边，那个，看到那个站起来那个，站起来精神。睡梦人，快点去拍。太远了，他蹲了，他蹲下来。蹲下那个。梦，睡梦人，唱歌很好听。哪一首？哎，那个。你刚跟我讲的那哇。要唱哪一首？看你要选哪一首啊？以你为荣，以你为荣不好。还是我期待好了，真的、啊，你自己讲呗。过去拍了，过去拍一下。过去拍，看，看那变，不是看我。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最初的挚爱，回到原始的。比武大师，继续。年轻的心，因为你年轻的心，你的歌声啊，让人家全世界知道。唱，都你我唱的啊，都哪一个是吧？来给你拍到，不要浪费人家电池。年轻的心，将美好的时光分享，一句对白。年轻的你，当无言的青春，喊一声。拜拜
轻的一声才喊一声欢呼。有没有达彦的歌可以唱一点点？达彦的歌，对不对？这个，那样硬啊！就拍照，看那背。有电了没有电？哦，没有电。原住民歌要找了，那个啦，对对，那个。一边边开始。原住民歌的啊。没有，还有没有高明俊的彩虹好了，神威一道彩虹好了。动物之嘛，神威一道彩虹好了。无比人懂，无比人懂嘛，身为五道彩虹，天际天人有比比彩纹笑容，有了我爱你，无比人懂，无比人懂。啊，很会咯，谢谢。可以问一下那个达彦的名字吗？我是 BB 五道彩虹，有命肌肉，对，爸爸叫一肌肉，是。那国语名字可以问一下吗？有啊，你们石永命，石永命，石头的石，石石命，永远的永吗？对，明天的明，对。哎，那是那个可以问几岁吗？我差不多十八岁，十八，六十三年次的，十八岁，没有六十几。你到几年次？你到几岁？我是十岁，我是小是五十，我是三十。还有没有再唱一首台语的吗？台语的，有台语都可以，都可以。阿妈，你亲妈，你不是阿妈？哎，他接着，我们这边他要开车，我开车，我来上。你的杯子有没有？有没有？杯子说。要拉高音啊！让那个小唱歌了。你亲妈妈，你亲妈的东西。太高。那不唱那个？阿公，唱个流行歌曲有没有？你是会唱歌的，你还是会剪吗？张雨生，你是王姐，台湾组的吗？上一次在表没看到，给你唱王姐，太久了哇！太久多久了？半年。是林少华的声音，那个少华那个哦，一个拍，我说完了说很长，人家都摸了豆，好气，开始在你那个，被骗，再唱一小段好不好？啊，对，唱一小段，因为他歌声真的很棒，对，还是要唱那个，随便哼一个嘛，大，我要混。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哎，很棒啊！那个信乐团的会不会唱？阿信的，你先唱，我再唱，我受不了，你先唱，也能啊。冬去，我也想冬去。啊，怎么忘了？一了百了。一了百了。海阔天空。哥哥们在。海阔天空。你那个声音几乎爆掉啊！哎呀，我唱的你这个把呀。哇，你唱那么爆了。没有，我中音的。怎样了？五度三音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有奖品哦，伸手啊，有奖品哦。
不敢打傻。你想要听张宇的吗？张宇的，哎，是声音还是张宇？别救，还是张学友的可以。汪峰，汪峰，汪峰，吻别好了。汪峰了，汪峰的春天，你好不好？都可以，老歌都可以。我让你唱，英文歌也可以。你会唱就唱啊。汪峰，跟你教啊。汪峰，你要不你来讲啊？汪峰啊，汪峰。换人，其实不是汪峰那边有一只吗？忘记了。汪峰，想到了吗？把小孩子赶出去了，妈家里人又不是妈收容所。如果有一天，我老五，那都凌晨了，所以，请把我留在那个，留在天空那个。你啊，我当时就叫。如果有一天。你唱一点嘛，声音很好听啊！起来，我将要离去。他们是高音组，是后音组。请我把埋在我现在在讲。这个天里，春天里，春天里，春天里啊！拜拜，我等春天来啊！都没关系，休息没关系。再一首，再一首，再一首，再一首。我肚胀痛，我是小便，怎么小便啊？再一点，再一点啊！掰到六顶一滚。我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我爱的、初爱的、深爱的、伤爱的，永远无情。你简单记住几个字，却让我送下无尽的、无声的哭。你比我大十五小兵，哈哈哈哈哈哈！还在舞蹈嘞，哇，大哥，哇，你放松啊，哇，亮亮，没有，这个他的歌我很棒，帮他点歌，帮他点歌，还有什么？那个，对不对？林强，你没歌词，你看唱的卡拉 OK 那首，那个什么？疾风不。那个高明俊哈，跟陈爱梅唱的嘛，来，对对对，打开那仔，来的是那个，打开那仔，打开那仔，没有，你看我的机器不要看灯，对，你看机器，一般会黑，你看手机没有电的，打开那仔，你会打开知名度啊，不要知名度，开玩笑，礼拜五，在之前，之前什么图？之前。你说不要放半天，我说看错，还没洗澡。他没洗澡，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你们好了，大声说一下，高明高兴。我先开一下那个。1、2、3，一起对吧？对，他高音，他不会走音，他的高音很棒，年轻，是不是？年轻的喝茶，不，让他那个，唱那边那个唱。在午夜青春，和一生喝茶。最后那个唱，咱们那个，合唱那个什么一封信的，你刚唱那个，很难熬。你唱艾琳娜。爱你那大变啦，你高音都可以啦。爱你你啊，动力火车嘛。爱你你啊，动力便秘啦，动力。我在想啊，人家在拍我们这狮子交控，怎么上得了台面这样？去了去了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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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的夜梦，我为何不停留？等一次紧紧拥抱我。
为什么分手爱我？最大的改变。哦，水系统在了，我们这边都是，他都是水性上课，再来。懂你。那是阿玲啊。阿玲啊。阿玲啊。阿玲是谁？阿玲。起床心多奇怪，声音很好呢。那边啊，哇，桌子下面那个拍哦，把裤子唱一下。那蝼蚁，你看到镜头是你。对啊，你很帅啊，唱一下，唱一下。你看看一下，是说男的是小歪，小歪是。那边在那里，之前你在哪？唱。你唱一首嘛，拍一首就好。一首，一首，完整的，完整的，从完整的。你最会唱的话，就拿手的，最拿，任何下，最拿，任何下，要拿起来拿下那个最拿的。哦，一般就好，对，任何的是吧 ？OK， 最拿，可以切掉吗？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已经打动我的心。Rock。好了 ，OK， 唱完了，唱完了。Rock， 哎 ，Rock， 不容易，我上电视都一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几分，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OK。比比武大师，武斗沙印图案，武大师比比，武大师比比，比比武大师，比比武大师，武大师比比，比比武大师，武大师比比，武大师比比，比比武大师，武大师比比。武大师比比一比武大师，武大师比比，武大师比比一比武大师，武大师比比。来，那个香肠怎么讲？哪路比武大师啊？我不会讲。哪路比武大师啊？我不会讲。如果那个干你娘要怎么翻？哦。翻译哦，就帮没你先听我讲啊、哦。我们就不救啊，就最简单。人家讲三个字概念，我们太想就没有就在字面上翻出来、啊、怎么翻？干你娘哈！九问雅亚术。哦，超级掰要怎么翻？超级掰是九问比比，九问是干，比比是女孩子的生殖器。跨沙小要怎么翻？跨沙小是米大叔拿怒，就是你在看什么？那个靠背呢？靠背，哭爸，哭爸是吧？好跟哑巴是，可是你爸爸死掉有没有？靠背是死，哑巴是爸爸。靠腰，靠腰是靠腰的地面的话。肚子饿，哭肚子饿的意思。对呀、啊，就是你的意思，乌鸦和杜叔啊。而且我跟你讲一个非常好笑的话，原住民找不到骂人的话，那个油嘴滑舌，油嘴滑舌，罗嘎很慢的光呢，有鸡烟，鸡飞狗跳，鸡飞哈。你大喇嘎喉音抖爆覆巢之下无完卵啊、哦、OK 覆巢之下鸟巢翻过来 OK 包括花很亮的牙上那个不如果那把戏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可下挖是啊那个可下这个很有点的可下挖拉哈卡素，可下发火到卡素而已。鸡腿饭怎么讲？鸡腿饭就照字面。OK， 鸡，个大，嘎盖，妈咪，
现在韩剧很流行啊，来自星星的你哦，嘎混龙啊一书会变。我再问一个，保险套怎么翻？保险套，保险套，保险套哈，因为保险套没有这个字。不是，你如果要形容，就像航空母舰是后来造出来的，它是形容啊，不就是啊？先拿上，有没有？在做爱之后要放好子套子。套子怎么讲？套子我们因为套子也没有，原住民以前没有套子，所以说可以翻包起来怎么讲？包起来是包起来，我们有很多种想法。太阳族有很多想法，可是保险套的话，比如说我们你要让老人家听，年轻人听得懂的话，那个不就是我那个很摸啊，先拿三数，先哈亚，先有月，你看，或先嘎巴都可以。垃圾怎么讲？屁事对不对？不是，那日本话啊，那是翻译成英文日本话了。垃圾我们是妈妈。打印个那个阿生的打印那个 key 是什么叫五阿的？有啦有啦。这样这 key 是哪路干可以打印？耶，这样 key 是这样 key 是啊，哪路比干可以打印？啊，喜怒，喜怒嘛，喜怒嘛，舌头在里面，喜怒嘛，舌头，你光要看你，喜怒啊。那个怎么讲？啊，就那个叫就，就喜怒了嘛，就是进去，喜怒就是在心，就这是舌头进去的意思，这个是最传统的，这是我们的长老。就回来要开始。Hello， 我是林世伟，我是泰雅族，我觉得我原住民真好，我以泰雅族为荣，我一定会变成全世界最出名的原住民艺术家跟怪人。再问一下，你现在民国几年次的？80，国六啊，六七。哦，67哈。螳螂，螳螂。那个打印名字再介绍一下。螳螂，有米，有米。你是比布大什么？我是那个翻过来的。嗯，翻过来怎么讲？你是比布大吗？大五十币，他跟你讲大五十币。三地名。大。啊，有命有命。有命哈。螳螂，螳螂。是有命。螳螂。再还有没有？多唱几首。螳螂。今天是你的演唱会。对，他会帮你剪接。对，他不能。对，你上我开网络看到你了，有没有？我酒醉了。他没有关系。酒醉的唱歌。对。酒醉的唱歌，告诉你不要忘记我。别再拍我。最低层，够够多啊！你这大师怎么剪切的歌？没有，我是那个以前是拍 A 片的那种。看到那个，太多了。我以前是那个了，那个可以切掉吗？对，他会帮你切。以前是没，他的歌声，这个是没有人发起了，真的。搞不好这一段出去谣言啊！对，已经被揍了。哦，已经差不多了。你上去，还有，我是这样。你看啊，有年轻，拍很久了，年轻有年轻，不用拍了。上这个，他去了，怕了，我想要像我躲在桌下面嘛，桌下面没人拍什么。有没有来？你唱歌真的很好听，讲真的。你这个歌声不要被埋没。你会不会？你会不会 B box 对对对，啊，这边有观众，B一点，变老了 B box， 一个 B box， 哈哈哈哈，有感觉，哎，不是，还没有，先放下，有，你拿卫生纸嘛，你们六人的 B box 放不掉，你唱歌很会，会，你在说给哪句啦？这个会那个同学变了，我们再一首真的不要闹了嘛，不是你真的，我刚刚你唱我搞到 OK， 你就变了，再来不要闹那一首嘛，叫女儿来的话，叫个牛仔三万英尺，五牛知道吗？80，我那你教的对，他教我的，对三万英尺，不然谁说嘛？我阿妈是阿妈。想将我吓退呗，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飞
己正在抵抗地球，我正在抵抗你。远离地面，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依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有你在怀里。大笑，别管你爆出来，丹田。我背向哪里？背上放下背上。什么？我背向哪里？日本。有没有那个假音的歌？假音的，张伟，原来的北京的，我们讯飞了，张伟，大海是什么？我爱的亲爱的可爱的痴爱的永远无悔，痴爱的痴爱的永远无情。假音啊，别等一下，假音是那个了。你是什么假音？沙哑组的三弟哥，沙哑组的跟班扎的，哎呀班扎哟。屁股啊！上午大家都看到了，你这样讲哇，要塞肉哦！他会剪接，剪汁儿，他是剪汁儿师。他要看那什么？他先上菜，他先剪汁儿师。我们蔡亚洲的歌后。对，哎，拜拜。这个唱清楚的，哎呀，唱清楚的。可以上吗？人家被骂。不是，唱唱一首歌嘛。五度沙印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Shut up!
其实这个是太阳族，不是很少有太阳族了，其实太阳族是很少很少。痛啊！爸爸，爸爸，阿爸，那你爸在哪里？那还再接你一手吗？
我完整的一首歌，我叫吴用根。他这个派是代表我们太阳族的，不要闹。走了一步，眼泪掉下来。One, two, 命的说，再会吧，先生。自从和你相识以来，好像你在我的前，永远永远不分离。青青的高山，茫茫的大海，爱你像大海的那样深。当你要离别的那一天，少了你又在我的身边。遥远的故乡，高原的月亮，请你抬起头来看看那个新月光。眼泪掉下来，再会吧我的心上人，再会吧我的心上人，再会吧的心上人。光头哥来了，非常棒，非常棒。那个光头哥来了，谁是光头哥？后面那一位，那是歌手，哪一位？歌手，一位，去你那边。中国接你走吗？懂，好，先休息一下。五度沙印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介绍什么？这是什么歌？要不要介绍什么？你管他、啊！拍他了，不要拍我、啊。应该不然你介绍一下，介绍一下他。啊，你跟他讲讲。哎，这边呢、啊？这样黑的我他是、啊、太黑了，这黑这黑啊，这黑啊。有没有什么介绍？嗯。哎。你挡到那个螳螂拳来一下吧。我是那个毒。鬼嘞，妖鬼啊！帅哥，帅哥，
他先。我先了，我吐过嘴了。啊，这首刚刚。哈哈哈！你真的是，今天往上泼，跟你。我是独胜。还真的漏你。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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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里面吐出来你的屁屁啊，我都打出来里面屁屁，那怎么？屁屁出来，我再吃进去才爽 ，OK。哦，好，赶快喝。哦，好嘞，我说好，赶快喝。啊，给你，我自己放的，我本来先挤。好了，没有了，还是鱼比较爆了吧？你要抱吗？我们两个脱衣服一起跳舞，好不好？弟弟不要会唱。对，我们两个人。我不会跳，我都不是，我们两个脱光衣服，然后这边搂搂抱抱就更抱。要抱一点，你女孩子，你是比比吗？重点下，龙宫，唐老公。龙宫，他是蛇哥，他出招是，你有没有西装？啊，有，你有没有西装？西服类西服，他说那个衣服西装，他说你要穿那个西装比较帅嘛，穿西装干嘛？真的，你应该，比较上相。你下次那个去砍菜，西装带一套这样走一趟好不好？对，就一趟要给我录。你给他那个的，你再方便一下。那个挑那个菜，那个是不辣，不辣什么？我倒是你讲什么话还好吗？你头脑还好吗？对，不拉的，换只脚，干嘛？现在怎样？你有什么爆点？爆点了！表演爆点了！再爆！哎，爆了！爆有了！爆了！爆了！我拿那个什么激光枪。阿公公讲笑话什么激光？你们两个玩下螳螂拳怎么玩？啊，那螳螂拳怎么玩？螳螂拳嘛，这样玩啊，这样。看啊，看啊，你要这样子，广告快点，快点，预备备，开始备的，下去了，好像运功，再先那个运功，我到最后了，还在准备，快点，预备备，十，开始，快点。十二，哈哈哈哈哈哈！人欺负人，欺负老人了。今天十二全休假，双十节，双十节，龙凤蛇跟螳螂要在一起，哈哈哈哈哈手，一个老蛇，一个红螳螂，来吧！哎，哇，来了！哇，后面，哇，螳螂吓到了，还没有。来呗 ，shit！ 哎，又来了，在那边要咬它，你要咬哪里？他眼睛，老蛇看不到了。老蛇忘记戴眼镜，老蛇忘记眼镜去哪一下？哇！你知道比比吗？怎么都自己怪你呀？怪你好不好？啊？怪你？没有。讲讲对呀，来。哦。去发票。哥。停留下来。来。喂。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来，喂，哎，又爆了，还有钱，还吃了，问，下楼吃吧，喂，爆下楼，热汗，不弄。五度三印图案，
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中文名字再讲一次，用麦克风。中文名字哪一组？